大家好，我是老后。昨天我去看小陈的爷爷，顺便帮他拿些竹编农用品拿来卖。今天是我们这里的赶集日，所以今天我就赶着这时间拿来这里。一般的就是这个时候人比较多一点，我就拿来这里卖一下，帮他卖多得一些价钱，给他补贴家用。好了，也开始在这里看今天有没有人，很快也有人过来了。今天早上到现在才卖了两对，可能现在农民都很忙，都在家里干农活，也没时间来赶集，所以等下我也打算说准备拿这些农用品到村里去转转，再等一下。刚刚我去了我们这里好多个村庄都没有人在家，可能是农忙太忙了，都在地里干活。我想来想去还是到我们这里的有个小超市和老板商量，看能不能叫他寄卖，帮我卖，我先去和他商量一下。你看
也蛮好的，就到人家啥子你不一样，哎呀，哎，他又有点复杂的，有点麻烦的，挺好，挺好啊。你给钱，懂吗？你要把我的电话快点哦。我帮你买。晚上，晚上要人就来了。然后过年，刚和老板娘说了是山里的爷爷做的，老板娘也满口的答应我，说一分钱也不算我们的，卖多少就给多少给我们，卖完了再通知我来拿钱，我再拿去给小陈的爷爷。好了，我也完成这次的任务，我也该回去做工了。本期的视频老霍就大家分享到这了，喜欢老霍的视频请点赞加关注哦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